李正、经理，坐下。李长，想你装的。啊，李长，等一下，李长下面，因为这一节课哈，一般每一期的这一节课的时候，大概学员都挺满意的。你马上就要回家了，那我挺高兴。已经受完苦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咱这节课哦，来一个检讨，来检讨看看。咱已经讲过，咱台湾人不是中国人，也不是中华民国的人。啊，中华民国在咱台湾对咱的教育内底，捌讲过什么款的白菜？大家想看吗？中华民国对我们讲过什么样的谎话？我们在受教育里面，你喜欢吗？中华民国对我们讲过什么谎话？我想过，我不讲啊。他讲过什么谎话？在我们的课本里面，因为课本恁家己感觉讲你奇怪，我你即摆伫遮上课甲恁讲的哦，甲阮所台课本拢无同款的。啊，若考试到那边写，你讲的是阮好好讲。你若要考大学吼，要考研究所，你都要叫伊好好说大一下。啊，若叫我讲的吼，在国际上是可以，但是若讲好的科技吼，你也可以来点名做记录。咱讲中华民国，捌讲过啥物？第一，为头开始来讲，第一，蒋介石捌甲咱讲啊，讲伊。1941年12月9日向日本宣战，有无？这嘛讲一点，蒋介石有没有向日本宣战？有没有？啊，我上面讲宣战，叫因家己的文献白纸黑字哦。1941年12月9日，蒋介石的阶级是什么？伊的职务是啥物？伊当然伊的职务是行政院长，就是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。行政院长可以宣战吗？当然不可以的。伊当然国民政府的主席啥物啦？林森。向日本正式宣战的几仗，林森，双木林，森林的森林，这蒋介石讲的比惨嘛，啊，12月9日向日本宣战，比惨嘛，明明不是伊宣战的嘛，宣战的人是叫做林森嘛，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，啊，但恁大家所读的跟我同款啦，我读的嘛是安尼。哦，好伟大的蒋公哦，向日本宣战，抗战八年。我跟你讲哦，有抗战八年哦。1941年12月9日宣战，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，1945年9月2日日本在那个叫做密苏里州密苏里舰领馆签的那个日本投降书。1945年10月25日，蒋介石派陈仪在台北的中会，中山堂啊，那个叫做公会堂啊，
来代表民军接受日本的投降。安尼偌久？1945年10月25号接受投降，伊宣战是1941年12月9号，偌久？3年多。但是咱所有的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拢就是他很伟大。伊伟大啥？他伟大说有8年抗战。啊，这8年抗战，甲咱台湾人有关系无？没有关系。迄个时阵的台湾是属于日本政府的，是日本属日本的国土。我们昨天的历史一开始都唔对的，台湾跟中华民国跟中国完全无关，但是咱的课本甲你改是讲蒋介石很伟大，替咱宣战啊，替咱打日本啊。迄当阵咱是日本人，咱哪有可能讲家己打家己？所以由这个地方看起来，你就知影讲，中国人贵头到尾拢讲白话，过来要讲为什么白话话，你想看卖？从开始来讲，马关条约当时签的，1898年，1895年，1895年4月17号，这一天呐、啊，那个大清帝国和日本帝国签署马关条约，签署马关条约，大清帝国派的人是谁？就是讲，我要跟你签约，头家什么人？大清的皇帝哦。啊，对方日本人是什么人？是日本的天皇哦。天皇对天皇哦，两个皇帝对皇帝哦。啊，这个天皇，中国的这个皇帝放弃澎湖，他这个叫做台湾哦，交给日本了，日本天皇。所以日本天皇对迄个1895年。一点到是6月2号点交啊，啊点交是啥？中国派叫做李清芳，那是李鸿章的弟弟的好像叫做李清芳。啊，这个日本派啥？华山之计，第一天的中岛，是家人的外海，哎，机关那还在外海。迄当阵的台湾人啊，迄当阵他其实是西半部。台湾的西半部是属大清帝国的管辖。我跟你讲，西半部表示讲还有一个东半部，东半部这边啊，以前叫做后山。后山这个所在是谁的？原住民的，原住民啊，原住民的土地。哎，哎，大清帝国，那个大清竟然讲中国人竟然将我后山含弯刀干啥挂好日本去？暗时你管，竟然讲用别人的土地甲卖予别人，啊卖予别人去啊！看来是这个时阵绝对要相反的，啊，但是完全无武力啊，没有武力啊。但是你甲看，日本来1898年、1895年，这个十月七日以后啊，日本人入来台湾以后啊，伫这个后山的部分哦，都有原住民强烈抵抗。当然太强烈抵抗了。我伫大个所在无代无志，去予中国人打袂去予日本，当然太战争啊。经过偌久？经过10年啊，1905年的时阵啊，日本帝国伊感觉讲安尼袂使，因为伊伫台湾派的兵啊，竟然和中国伫战争的时阵派的兵哦，搁较济，啊要从原住民这个部分要改。要甲这个原住民啊，要甲消灭无法度呢，没有能力呢，所以举办了一个国际的台湾地位的国际地位的会议，叫李先德。李先德是啥？李先德是迄当中美国住在澳门的迄个叫做领事啦，叫李先德来参加这个会议，来讨论讲。原住民到底有没有权利来拥有迄个后山这块这大块土地啦？因为美国和印第安人啊曾经斗争过。你知影美国人迄当阵，伊去全美国拢叫统治，伊是安怎统治的？毋知？
伊即马拄啊去是东岸吼，纽约这边这边的东岸。啊了后就是拓荒吼，啊就是侵略到西岸。啊落尾啊，迄是战争话来，你叫做征服啦。迄个时阵哦，坦白讲哦，印第安人没有武器嘛，用弓箭嘛。啊，弓箭甲枪要怎对抗？绝对无法度对抗。所以呢，规个美国啊，规个美国去予美国人摕，白种人从遐偷摕摕，所以伊有经验，所以应该来开会就讲哦，来讨论讲啊，这个原住民啊，台湾这样原住民啊，到底这个土地是不是原住民？他们有没有地位？哎，开会的结果，国际会的结果，李先德有讲。一个敏感到一个部落方式的组织啊，没有不足以有主权的存在。啊，那个部落的组织就刚刚是殖民地的那当年几年赶快，你当年看那个航海时代的时阵，包括西班牙，包括葡萄牙，到处怕遐人无遐武器较强的，强伊来统治伊的殖民地。这日本人拄啊开始，啊，过来这是真重要的观念。大清帝国哪会当将台湾偏哦挂给日本？会记咧，战争外有一句话哦，只有殖民地可以割让，如果是人家的领土就不可以割让。有一句话叫做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”，你捌听到？这句话什么人上界扎破？江泽民。江泽民啊，无代无志，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。我感觉真奇怪，都领土的领土，奈讲一句神圣不可分割。我今日看见人话啊，要死我！原来殖民地可以割让，啊，那自己本身的土地未当割让，就是神圣不可分割。啊，这国际上有迄个例无？有。马关条约时阵啊。上台辽东半岛啊，日本讲辽东半岛叫清朝爱割，啊清朝嘛割咧，割过来了后，到今日为止，无偌久，三个国家出来反对，这个三个国家是德国、法国，那这个美国来反对，一反对的理由是什么？又是就代理按照国际法，神圣不可分割领土。因为辽东半岛，老早以前就是中国的，你未当割，所以未当割的时阵，大清帝国讲安尼无，你若要来这个台湾这个土地，我这个土地给你的。台湾就是清朝的殖民地，所以殖民地可以割让。那什么情形？赶快，美国跟西班牙战争，1898年，1899年签的，啊，这个叫做巴黎合约，这个巴黎合约就帮。西班牙放弃五个地方，放弃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、和菲律宾，因为这四个所在拢是殖民地，只有殖民地可以割让，但是自己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一旦割让，所以罗威亚三国干涉以后，我国清或者日本啊，才将这个辽东半岛啊，当然以2000万年还是几千万年啊，不行哦。中国，但是中台湾的，是安尼的关系，在国际上照这个国际的万国公法来的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不能割让，但是那阵是殖民地可以割让，会最厉害了解这样，台湾以前确确实实是这大清的破殖地，我不讲殖民地啊，因为不是全部啊，刚刚这个西半台湾的西半的部分啊。东中五七个那个屯垦区啊，清朝的屯垦区啊，刚刚这个部分才是清朝的啊，所以破殖地，你当初台湾是清朝的破殖地。日本入来台湾经营以后啊，1905年开的国际会议以后啊，经过10年，因为李先德的会议有报，伊甲日本政府讲。用哪只要国际法来看，这些原住民啊，他们没有主权，因此跟他部落的形式，所以日本人为1905年
1895年是一摆台湾啊，1905年经过十年啊，伊开始啊啦，从北啊向南啊，从北边啊向这个南，从这个北边啊向南边一直到那个屏东的所在啊，从这个所在派兵台，啊这个也做军队啊，从这个部分啊，拢总给征服。他把你今天说很大还不错我继续讲嘛，这个日本政府啊，从1905年到1915年。为北边一个怕来个南边变化，一家为着台湾，那个台湾全部是没有民主，那个政府用十年时间，啊怕清朝呐，为国为了解决，所以原住民啊，台湾的原住民啊，比清朝啊还勇，所以原住民很会打仗。啊，你知道原住民底下的是有偌济人？120万左右。啊，你知道讲今日原住民偌济人？45万，人是人口愈来愈多，啊，原住民差不多啥物事，到平平时啊，互拍死也有啦，互调去战作战的也有啦。啊，有原住民哦，因为迄当阵台湾人，甲这中国人来的时阵，共叫迄人真共侮辱迄人啦，我歹势讲啦，迄人啥物话你知影？原住民本来甲叫啥物字叫呢？啊对啦对啦，你讲我歹势讲啦，你讲较大声互大家听。啊对啦，人讲迄句啦，迄句是足共侮辱的。啊讲迄句话，所以这个原住民啊，他变作讲吼，伊先天上也自卑啊，自卑啊。其实原住民吼，比这白家这人较骨力。因哦，尤其是山路啊，真正是哦，行路敢若用飞的，莫讲是日本人惊啊，含美国人去战争的时阵，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哦，伊派义勇军啊，像那个刚开始派义勇军啥啊，因为迄个时阵还阁是台湾这个土地，还阁是本来是日本的殖民地啊，本来是清朝的殖民地嘛，殖民地割给人家仍然叫做殖民地，但是日本人一开始经营。一家台湾的建构什么时候主权建构完成？就是在1915年以后建构完成。啊，这1915年全台湾叫统一以后，没有抵抗了，要开始建构台湾的主权。400年来，在1915年以后啊，这个台湾的主权才成立。以这个万国公法来列，按照万国公法来列规定啊。谁建构了台湾的主权？日本人嘛、啊。这真正建构台湾主权，不是中国人，是日本人，也不是咱台湾人家己。咱台湾人是到今日为止，用战争法建造台湾民政府，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国家。所以迄个时阵是日本建立，啊，这个日本人建立以后啊，有没有证明？有。1922年的2月22号，你真好记。1922年的2月20号，迄个时阵啊，有一个裁军协定，旧金山裁军协定啊，有5个国家签约了。迄当阵的签约内底第19条，承认台湾澎湖是日本的迄个领土。第一次出现的国际上的文件，所以台湾变作日本的领土以后啊，日本开始认真经营，从1937年开始在台湾啊实施皇民化，因为马关条约有规定呢，不是讲恁这个到你台湾这个土地的人啊 ，the people on Taiwan 啊，就变作日本人的没有呢，都爱等到什么呢？爱等到日本的内阁。同意台湾南下，这样变作日本的公民的国民的，所以从1937年开始实施皇民化，到有国民一个对决，
一直到什么时代？到1941年，1945年，对不起，1945年的4月1号，日本天皇颁布天皇诏书，皇帝明治宪皇，天皇诏书啊，明治宪皇在台湾这块土地实行以后啊，台湾人家有摕到，甲日本本土的人同款的权利，就是迄当阵开始，台湾这块土地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其实这个地方写清楚，这嘛是证明呢。你想看清，想看清楚啊？1941年，1945年4月1号。本来是总督，用名字用总督。那日本导航是1952年，不共的，1945年10月25号投降。你当然总督最后一任的总督啊，就是，是叫安藤还是？那个是，那个总督叫啥名？安藤啊。安藤利吉啦，外边是安藤利吉。安藤利吉这个总督啊，我请问你们，他投降的时候是用什么身份？是用总督的身份投降吗？不是。为什么不是？他用什么身份投降？我告诉你，他是用第十方面军总司令。因为从1945年4月1号开始，已经不是总督了，变成啥？知事，知道的知，事件的事，知事。对比波兰领土，所以杨立功，我们在讲这些历史上的证据，他本来是总督啊，他第17任的最后一任的总督啊，但是投降的时候。当然，枪也是枪，第十方面军的总司令。因为国家对国家在战争的时候，当然是有部队的名称嘛。所以，为这点，咱买块出来讲啊，台湾确确实实是当时啊，所以在这个时阵啊，美国也好，中华民国做足侪代志，对啦。竟然讲从遐迄当中啊，有一个秘密档案讲啊，蒋介石啊，甲美军讲啥？台湾600万的人口都是日本人，我们不要他，我们可不可以把这600万的人口啊，请你美国派准啊，来请你美国本土，人家不要我们，因为咱是日本人。但是美国讲啊 ，No， 这600万人口伊无法度啦，因为要将台湾这600万的人口拢甲赶走。安尼台湾这块土地，法律上叫做啥？叫做无人土地。安那无人土地的啥？先什么人先占？先占先赢。苏联玩这个游戏，北方四岛，苏联在日本投降以后啊，去北方四岛甲占。占了后啊，迄北方四岛啊，有17000个日本人啊，伊用船啊弄甲送去日本。阿在变成北方赤道是无人岛，按照国际法有规定，无人岛谁先发现就是 announce 以后啊，就是他的，谁先 claim 先主张，还有一点，所以到今日为止，伫法律上，日本和苏联要跟战争中，为什么？因为苏联没有签和平协定。国处咧，这足侪代志恁每个人拢会知呢，而且国际上这代志拢熟悉咯，所以既然国际上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安怎解决？其他的情况讲得真清楚，要用国际法解决。啊，那国际法解决，我甲各位讲，我在电视上这样讲哦。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啊，要求我们这里group啊，因为那种去研究这些话呢，要我们提供法律的根源给他们。啊，这个法律根源有没有提供啊？提供啊。那你那个网站那里下《南海论法》。你看咱这个南海啊，西沙群岛跟这个啊，就南沙群岛三面人不能像的，台湾的人。这个日本时代啊，我公布呢，我们公布的那个文号都有呢，是属于高雄市的管辖区呢。东沙群岛嘛不嘛是咱高雄一管，
最近真侪土地，咱若照这个国际法进行法啦，后摆咱就铁路上来，其实台湾啊铁路上来吼，遐、那個、所在发现就是台湾人的呢，不是中国的，不是越南的，不是啥物菲律宾的呢，伊起码你坐，无啥物好坐啊，你时间啊，哦，进行法哦，甲提出来，国际法，伫迄、那个叫做国际法的个人吼。那你们在这问题，因为咱台湾还不是国家，我们没有起诉的那个适格性啊，我们不够啊。所以咱就爱找一个国家，不是找日本，就是找美国，不可能爱去找日本。合作，台湾跟日本合作，来这里东沙西沙把铁路建，不是做不到的。那个人我有把握一点，100%赢的。因为确确实实叫间接化，因为这方这个文章啊，我已经铺在我们网络上面了。美国政府有提出，有去提出。所以我嘛甲各位讲过，钓鱼台是啥个？我顶日前甲各位讲，钓鱼台是啥个？是台湾的。啊，是叫哪一条讲台湾的？叫1895年的。马关条约，马关条约的这个共享，第二条来这个，台湾跟它的周边群岛，哇，好几份。啊，所以这个周边群岛是包括钓鱼海，所以钓鱼海是台湾的，但是后边这个较重要啦，台湾是向的，一份。啊，所以钓鱼海向的，一份，没有错。啊，什么时阵钓鱼台若要提到倒来？什么时阵？等下有一天，咱甲日本政府讲好啊，台湾自治，甲日本变成 Commonwealth 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把钓鱼台拿回来。我相信迄个时阵，日本买同意讲用钓鱼台填我来台，但是因为今日强权政治之下，当然要给我们降面，所以咱无法多讲。所以咱希望咱在座这年轻的哈。我愿意将我所读到的、所谓研究的资料，我来教年轻人。你后摆拢会变成专家，有这方面专家不多。我来甲各位讲的，全世界读战争法的学者不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读战争法无分好食。我是较好运的，我以前为了拿博士去念那个战争法，因为我当初已经。开补习班了，你可能有创业，那也行。你跟着开补习班，对呀、啊，我很年轻，我28岁就当补习班的老板。一间补习班哦，的执照是管制的，全台湾只有72支执照。啊，我刚刚每次拖拉机厂看了，我第一批执照买80万，第二批80万就不完，共拿出来。2-3年之内啊，我有4-5间，台北5间。多用几天，还用几天，我就马上就用了。所以我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赚了很多钱，就开补习班。啊，为了开这个补习班的时候，我想问，老师这些东西破书呢？哎，补习班的老板没有博士怎么行？我替你问他。啊，这个他的想借书赶快啊，那是赶快，他花了2年半，他强烈破书就很难了。日本的博士课程博士非常非常难。课程博士哈，我爱讲你好好迄个博士，迄、那个教授的博士，气质了，应该很顶天。我好多等啊，我等到伊死，我还活到，所以就提论文博士。啊，所以但是我读这个战争法这个论文博士提到以后，我嘛无想着讲会当有一天啊，会应用在台湾这个地位上面。你一直到2004年，我碰到李登辉总统。伊讲啊，林姐啊，你是台湾读建中啊，啊，你台湾上建中啊，甲囥在台湾的地位，我才发现，哦，这個、我差不多在查到这个哪一位讲说，我到迄个2004年以后才真正认真去读册，迄、那个以前哦，我机器人读册啊，读到初中以前，初中以前啊，有读册，你当时在做认真啊，你当读第一志愿嘛，大学，你只台北体工大嘛。当然，你初中也是叫你经常出来了。啊，他条件都一样嘛，我就没有再念书了，坦白讲。啊，一直到2004年以后，才全新研究台湾的地位。你当时才真正读的。
啊，但是呢，因为已经有基础嘛，所以呢，我在念这个战争的地方就不错。所以，咱今日用这个战争话，刚才解决台湾问题，坦白讲是始料未及的。但是今日，我叫陈毅甲各位讲，咱都年纪就很轻。我当然，咱家很主席啊，我敢无人谈他就会，但我一定爱谈法律系，你才能够研究台湾的地位。因为你若真正谈法律系啊，你研究台湾地位你会枵死，你也无分好食。啊，这个讲到这个台湾地位的研究，到今日为止，已经全部非常圆满。我上头嘛讲过一讲，我头先讲的马关条约就是日本天皇将台湾甲平壤的所有权啊，天皇有所有权，啊，将这个管理权放予政府，啊，政府因为战争失败，政府将这个管理权甲放弃，放弃内底，敢有讲放弃有啥物啊？有无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说放弃给谁？有没有放弃中华民国？没有啊。啊，那当时中华民国有没有台湾？没有啊。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拥有台湾？没有啊，为什么？在那个时候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，那个时候战争老人就结束了，所以台湾这块土地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完全的无关的。所以在法律上，既然跟你讲哦，台湾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地方放屁，真正是放屁呢，放屁上不要声音呢。他一公一公的是完全都没有道理，但是现在中国人知道吗？知道，中国已经完全知道，知道什么？知道说现在是台湾确确实实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土地。今天中国也开始研究战争法，他在2003年、2004年开始研究，有什么人领军？有南京军区的司令委带领87位，包括武汉大学一挂教授研究战争法。他的战争法在研究的结果跟我研究的结果一模一样。因为这一本册呢，2007年出一本册，我甲编伊迄个册内底啊，研究结果和我说下研究的结果是一模一样，唯一。无同款的是啥？台湾，台湾他不敢写，因为伊呐要写台湾哦，伊就知影讲台湾不是中国的。在法律上面，从马关条约一直到今日，我相信以后也是一样，已经不可能台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上。啊，所以伊无阿多伊变嘛，中国怎么办？打算怎么办？他有两个方法，第一。利用国民党，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对台湾人民的无知的教育，阿力讲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。他说我讲过，真简单，我们不是中国人，也不是确确实实不是中国人，法律上也好，感情上也好。那既然不是中国人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已经无可奈何。所以他只有我刚刚讲的方法，第一个统战。什么叫统战？其实看到统战两个字你不要害怕，统战是什么？全文是什么？统一作战连线。你所谓的统一作战连线是什么？就是用各方面文化啦、财务啦、财政啦，让你台湾人民感觉到说中国很好。因为以前他的教育，蒋介石对台湾人的教育是万恶的共匪，所以说中共很坏，共产党很凶，有什么三环五环啊，这边政策啦，两年就一摆变动，两年一次的，台湾人在无形之间啊，所有人在内心里面对共产党怕得要命，不要说你怕，我们这一代到那个时候去中国去佚佗的时候，看到因，我还有讲，阮家咧隔壁咧火化站。看到那个海关哦，中国的海关哦，他是不得慌，然后共匪你好，啊，海关讲共匪你好，哎，那么要不要避免呢？我不改变啊，共匪你好，啊，我
我是台湾教育的，你们叫误会不是吗？天龙是教育的关系，我讲讲实在，我唔是，这不是笑话，是完全真的呢。所以有真济代志，就是因为咱的教育，和咱的汤下来底，所底真正是跟世界上的价值观不一样。其实他别讲啊，共产党有台湾人无？共产党跟台湾人何冤何仇啊？没有哎，谁跟我们有冤有仇？国民党，中国国民党害台湾人呢。但是今仔日台湾人票你等，你支持中华民国，你支持中华民国总统选举。当然，你讲我讲的台湾人他较歹，你总相信了吧？全世界拢笑台湾人，无智慧，无常识。上一节课我有讲，日据时代轰炸台湾的是美国，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啊，美国又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所以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中华民国也是台湾人的敌人，这个没有错嘛？等，什么东西等于什么等于什么？这个你们都念过，我没有讲错。啊，既然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我们今天在选什么总统？全世界无钱，咱台湾人才亡命。西藏在印度流亡，那印度人有没有 去选西藏的总统？没有啊。法国曾经在那个伦敦啊流亡，英国人有没有去选当时他流亡的法国总统？没有啊。为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流亡，台湾人竟然在选他们的总统？你说台湾人有较好派，你就喜欢他们。在座都是年纪很轻的，一开始的用这番错误的教育，用这番错误的历史课本，台湾的历史跟你讲不对的。后摆你大汉以后，你也真忝的。你后摆你若去国外，你跟人讲遐话哦，你用笑呢？那这么奇怪呢？啊，你台湾来这些囡仔，你们的历史观到底在哪里？都跟人家不一样。所以，中华民国当然逐渐有在改变了。请问你讲，中华民国的军队图腾取消，我听人知影。他不管你上过那个张淑华小姐，我们刚刚吃饭在楼下的时候，那我不知道呢。最近有迄个访问迄个军校的学生啊，因底无啊，迄个图腾啊，撇掉呢，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千篇百字满地红的。这个物件已经完了呢。你刚刚说建家移防了，十几部的战车用那个拖车带着，所有的战车通通经过，本来战车头前弄一个乌的，那个中华民国 logo 啊，拢涂黑了。为什么？所有的机场内底直升机、战斗直升机加上绿蓝黄，这个都是我们拿去拍的啊。现在物件拢无啊。为什么？但是有让老百姓知道吗？我台湾人知无？将迄个陆军迄个标志拢取消，无台湾人知呢？你讲你讲啊，我没有看到美国人，美国的部队在台湾。常常我们有这种想法，真的没有在台湾吗？我的用的也好，你讲啊，你若睡着的，你讲逐天你看了你的处处，无啊。来，何瑞元上回讲吗？战争法里面有规定嘛？我占领不一定表示你随时在你的面前，但是你只要在短的时间里面，固定的时间里面，我会在那个时间里面准时的出现给你看，就是啊。2004年的时候啊，2000年的时候啊，阿扁台湾人当选中华民国总统。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的总统的时候，彼当部队去叛变，你敢知？凤山啊，部队去出动，为了台北。我讲这个话，我负责任的。彼当阵的美国马上跟李登辉讲，你要通知部队，如果他们胆敢向台北出发，我们要用飞弹炸掉所有的道路。
奇怪，伊面啊，甲你炸到迄、那個、大幕。我甲你讲啊，空格二十，你莫去看嘛。你大家拢少年，你拢会晓用电脑嘛？空格二十内底，所有道路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你知影迄是商业用的尔呢？军事用的话，更清楚、更清晰呢。你莫讲保护军人啊，你一连一个人在那边走路啊，还是用破断天在摊在那个望远镜底下，上面所写的清清楚楚。所以政变不成。你保护军人，美国马上知影。所以，常在讲，我常在讲啊，中国敢打台湾吗？没有那个胆啊！我今天口号讲，陈炳德啊，参谋总长啊，中国的啊，四大长啊，参谋总长去参观美国的陆军啊，基地两个啊，海军基地一个啊，空军基地一个啊，话了伊安那讲，我们跟中国啊，跟这个美国、啊、武器相差二十年，一片火花讲相差四十年。四十年都不止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日本有航空母舰啊，二十九只，到今日为止，中国一只都无啦。啊，迄只啥？是垃圾桶捡起来的，2000万美金啊。啊，那2000万美金，啥物人拢有资格去买啦？啊，而且我阁甲你讲，讲起来我感觉很可笑，但是台湾人唔知影呢。啊，报纸拢写过哦。我、哦、中华民族哦，我、哦、这边有那个航空母舰哦，这边在南海哦，南海要跟那个越南冲突哦，打那个怕那个怕，各位啊，哪敢怕越南？我常常都回做一样子，双方武器差得太远了，中国人什么搞？嘴不搞的，也媒体就搞的了，我敢请我公开向中国啊。两年之内，他的航空母舰没有办法完成。航空母舰啊，他知道一句，你不能爱到莫大，对不对？航空母舰是哪做？你知不知？我讲你简单的，美国的，伊个军事手册来对个。伊是航空母舰是哦，要成型之前啊，是拆做两站的呢。物件拢倒，然后两边再夹起来。现在很多是一倍一两千万，那人在拍板古侠那里面是2000万美金买的，里面都用大号，里面没严谨的呢，那家本来是叫做海上旅馆呢，所以不用莫大嘛，连那个莫大都没有装、啊、怎么下水？所以我们想说、哦、台湾人、哦、很好笑，就这样你怕什么都想说中国人把你下方要飞弹、要飞弹哦，咱就安尼惊到要死，其实袂啦。飞弹去拍哦，拍过来，假设讲飞弹打过来，要拍咱叫机动图啦。那要拍咱机动图都爱飞条飞弹才拍，然后机动图沉下去，拢变无的。那要拍机动图啊，听清楚，上无爱十粒的，啊那十粒佫加上讲，伊拢上袂准的吼，可能爱一百粒的。不是那么简单的，飞弹来作战 GPS， 那个美国啊，将那个卫星那个关掉啊，拍死哦。若要拍家哦，等于拍在东方路了，就差那么多了。这是很基本的观念，很基本的军事观念。所以台湾，你讲台湾，今嘛无你做兵，无别人武器。各位，不是卖咱武器呢，卖中华民国武器啦，是卖给中华民国，但是台湾人在买单呐、啊，看得足扯呢，那你交税金呐、啊？所以刚我咧讲哦，我跟蒋大师，你讲怎样？我讲哦，拿后康拢比起来，捡钱纸拢是台湾人，你当时看到中国人咧捡钱纸？中国人若破病，三军总医院免挂号，伊去就有啊。病房随时伫等你，一个月领13000块，台湾人3000块领免换的。讲起来是真的是很可怜，但是恁拢要唔知，恁今日是恁的爸母给恁派掉的，你们父母在外面做牛做马，
互恁趁，互恁趁，啊，互恁去读册呢。但是恁嘛爱足了解足清楚，咱台湾人本身地位到底啥物物件？当然啦，你也讲哦，啊，我只有这几个人团结起来有没有？没有用。在座有一百位、一千位，有没有用？也是没有用。啊，你讲啊，一千倍都没有用，啊，你就会放下。今日因为过去的教育错误，所以我要希望各位，恁来这受训，就是爱去外口，爱跟你学校，爱互你的同学知影讲，我们台湾真正的地位在哪。所以我要求各位上 Facebook， 跟大家讨论。你丢出问题给他讨论，但如果因为有基本的新台湾论，不懂就看里面，啊，实在不懂打电话来问我也可以。到今天为止啊，我相信咱这 Face 这里 Facebook 跟玩家网军啊，我称他们为网军啊，跟少年军啊，我们是所向无敌的，因为咱讲的东西依照法律来，听清楚。啊，台湾人无用法律，咱今日台湾人嘛，干人靠这行尔。台湾无办好哪靠啦？你经济我都甲中国比吗？伊中国人会当互中国人枵死，台湾人无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伫这款的情形之下，咱会当用的武器啥？法律。美国人上惊是惊啥？法律。美国是三权分立，立法、司法、行政，三权分立。咱用司法来督促美国，咱用司法这个尚方宝剑。你美国走错的路，我就告你。所以，美国的行政单位啊，就是国务院，很怕我们。美国有两派啊，美国这两派，一派就是支持我们，一派支持的中华民国。啊，为什么支持中华民国？我来讲一讲。当然，我现在讲的是外国证据，我认为是蒋宋美龄的关系的。蒋宋美龄是什么人？是美国人呢，他讲了一口很漂亮的英文。我们台湾人啊，讲英文，包括我在内，讲得很破了。虽然我有很好的朋友何瑞敢谈话到顶啊，讲完给他订正。我跟他讲那个查某的戏，我跟他讲戏，习惯啊。我讲啊，讲查某就讲男的女跟女，男的他还是男的他，一天到晚在犯错。就看关于把它订正，几句话的经营之下，我在跟美国人在接触的时候，我刚才讲说，我靠文字啊，按下或者我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连讲的时候我就有问题，我想在就讲那是赶快，啊那赶快，咱免那跟美国一相台，美国比介相高，一定爱用法律啦，啊法律啦，爱用英文的，你写中文去也发音够好。做最高效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今日咱是第一体制啊，第一批啊，大家的责任非常重大。你的责任是啥？你用嘴头啦，讲给人知，给你的同学知，给你的老师知。我相信你的老师不是拢都不清楚，也不对哦。我们的论述啊，你若不爱红灯停看看，你讲哎。你去看一个台湾民政府的网站，台湾民政府很简单嘛，你只要懂得国字嘛，台湾民政府五个字打上去，马上就找到了。啊，你说你这样呢？我该改？你讲哦，我看了台湾民政府的网站哦，哎，我前文章讲一个中国，啊，这文章你谈材料你该讨论嘛？这里的一个中国哈、哦，有五个地方的一个中国都不一样，民进党的一个中国是什么？国民党的一个中国是什么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是什么？还有中华民国的一个中国是什么？还有台湾民政府的一个中国是什么？建人一个中国，刚才刚刚刺激啊，这个我做，这个我都不敢问，五个都不一样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讲的一个中国是什么？上海公报也报名，你讲嘛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。上海公报说，美国 acknowledge
这个 economic， 在英文的换成这个汉文的时候，坦白讲没有这个字。啊，虽然一般这人甲讲，迄、那个 economic， 伊甲翻译做啥？认知 ，no， 我把它翻译成得知，得知是什么意思？我听懂。哦，你两岸的中国人，你讲哦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你两边你讲的中国人，你讲的，但是内底有讲台湾人讲啥？没有啊，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呢。啊，你两边海峡两岸的人，你讲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政府，是你两边中国人你讲的，我台湾人不讲呢，没有讲呢。美国就是这样讲。啊，台湾人不要开水啊！哦，美国已经承认哦，啊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从头到尾，我没有看到一个文件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美国人民讲。啊，中华民国共产党，中华民国是没定下，他已经流亡了。我敢跟你讲，流亡怎么流亡？1949年离开他自己的领土，跑到外面成立林政，从迁都台北，离开自己的固有的领土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叫做流亡政府。啊，流亡政府，你看国外一聊，不可以就地合法。所以中华民国想在台湾就地合法，可不可以？绝对不可以。就不会那个怕死的。你俩讲啊，中华民国在体制内来改变啊，算意料，总统宣布讲停止中华民国，还是对总统哪里还清算？又叫做判断。所以陈水扁刚讲哦，你刚讲，所以陈水扁讲，我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我相信伊嘛，想要用中华民国来停止，但伊停得落，伊无法度停。伊若停，马上国民党的军队甲讲，啊你判断，来来清算，我甲你报警。所以以中华民国的宪法之下宣誓做总统，要改变台湾地位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在反对衰地完一家嘛。啊，有的人推掉你呢，我讲哦，啊，偏偏台湾人个选好伊啊，啊，若调以后哦，啊，再来宣布这个中华民国停止，怎么可能？那是叛乱呢，叛变呢。所以中华民国一共诶，唯一代表中国诶是啥？是中华民国。其实他已经流亡。所以美国曾经讲过，台湾不是国家。中华民国是一个尚待讨论的，也不是国家，它是有待讨论。什么叫尚待讨论？因为还有金门马祖嘛，伊两地南山马还不比啊，所以尚待讨论。台湾民政府共享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，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。但是台湾是台湾，能承认这样？那哪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？美国承认的跟我们台湾一样啊，全世界都承认啊，全世界都承认说台湾中华民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，没有错啊，几个那年，那这么吹啊，你老搞什么关的呀？到今日为止，中华民国甲台湾这两个隔壁拆袂开啊，扯不开啦。啊嘛，莫怪讲扯不开呢。你坐久，你的心跳袂放慢，顶晚上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，即摆我阁甲你讲哦，即摆真了事哦。你甲看迄个钞票，迄个钞票以前即个钞票吼，虽然是写讲中华民国吼，伊迄是有迄、那个。以前是用黄金要抵那个，假设他要印钞票，要有黄金的储量。现在中华民国一条给输掉了，所以一定会通货膨胀，当你这个台币啊，一年不如一年。所以我们如果民政府不赶快出来挡这件事情的话，有一天啊，经费通货膨胀啊，会将咱台湾吃死，有一天会过4万块换一块。您可能唔捌经过迄个4万块换一块嘞。1949年的6月15号，中华民国就来台湾跟你宣布啊，
全部啥？本来中华民国入来台湾迄个时阵啊，日币等于台币嘛，迄当等于相当一样，迄当阵是币值差不多呢。到落尾啊，伫台湾一直通货膨胀，啥个通货膨胀？伊无钱啊，伊在入来台湾哦，印钞票，一印一印，用钞票去甲你买你的币，甲你买你的糖。啊，币买，你创啊？你摕去中国资源拍共产党。到有一天，所有的物价起价无法度啊，伊用一块钱的新台币，甲你换你的40,000块的台币，旧台币，迄是啥物概念？你敢想无？台湾人完全破产，一栋老阿祖后面那40,000块啊，一年刚存一块。台湾人够遐好个啊！我毋相信讲，甲今日为止拢共款讲台湾人。下当我再忍得住讲，互国民党还是民进党，我嘛同款。有一天，通货膨胀到台湾人变成一片如洗啊！政府变成八大富翁，你知影？咱民政府遮尔艰苦，啊叫台湾在咧受训，在咧讲些，关键是啥？有影解决？我甲你，我嘛甲你个讲过，你个讲 OK， 我可以帮忙你啊。美国愿意帮忙我们，不是讲假呢。我们现在从7月1日开始发行身份证，是经过法律程序办的呢。我甲各位讲，美国甲我讲一句话啦，但是我唔敢公开宣布啦。本来是讲用身份证，民政府的身份证，唔免 interview。这缅甸条中华民国嘛宣布嘛，他们也可以不用签证去美国，但是我甲各位讲，不可能。伊即马发。护照，美国政府要求中华民国要亲自去拍照，而且要写人别。这什么叫做人别？人别就是讲，甲咱同款，要从台湾人甲中国人跳开。台湾人因为去互伊见面，所以要去美国是应该的。在台湾关系法内，台湾人啊，等于是美国的非国内也非国外，你都理解了。非国内、非国外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不是国内，啊，都不是国外。非国内也非国外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悬空啊，是还在占领中啊。啊，那占领中按照人权公约、按照外国公法、按照战争法，台湾人可以自由进出美国，不用签证。有例子吗？有，留起来，绿布的台湾。啊，台湾人没有清楚这块的地位。刚才你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各位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吗？欢迎来跟我讲。会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，你读到不好了。美术馆，人啊，你若带伫一间厝，我若带伫国宾饭店，我哦，这个国宾饭店是我的，因为我直接带六十单啊，可以吗？我今天到赶紧带六十单啊。啊！我了，我甲你讲，我住六十单，这个环境变化嘞，你能讲我笑？你不是讲台湾？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在政治上的语言是对的，但是在法律上行不通。这有一个主权的概念，由台湾人组建而成的国家才会拥有台湾的主权。台湾拥有台湾的建构，这个台湾，原来跟台湾民进入美国在协助我们建构台湾人的台湾呢，咱这边在建构台湾人的台湾呢。所以我等于讲，我为什么不喜欢民进党？民进党党章第一条讲，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。你讲中华民国，在座跟中华民国。那既然不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跟中国一不一样？一不一样？你干嘛一样？一不一样？完全一样。中华民国简称中国，你没有听过这句话吗？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也是中国，所以两边都是中国嘛。啊，你台湾人不爱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你要中华民国，你就掉入他的陷阱。
所以呢，当然在座哈，不能说阿北有投票权，少部分有了。我建议你要投票之前，我不强迫说你要不要去投票，但是要求你要思考。当台湾人这一种思考能够变成大家的共识的那一天，台湾才有变成台湾人的台湾。当那一天到来，要多久？要台湾人自己决定。到底台湾人会过？台湾人会讲哦，啊，哎呀，这个就统一起来啦，啊，没动多久，没动多久。我认为一年之内，台湾民政府会基本政权。这边受训的人，我一人分上一级国企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我一天不过500块，省的我去，每个月拢去吃馒头。一天，你去国企是美国政府要求，给台湾民政府受训的人，一个人一面。上个礼拜我才接到这个命令，那这个其实送给你要做什么？当有一天你接到简讯的时候，我们要求你在几月几号，全台湾我们这1000000人同时把美国国籍挂出来的时候，你要挂出来。你要等下去把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级啊，到处都在挂呢，你有看到吗？很多人呢，你讲讲哎。啊、你台湾人是笑呀？我没笑，我回去我要挂美国旗，但我没有美国国籍。那美国政府说：“哦，我给你们。”第一批是送了1000面来参加。那、啊、你们是第一批是拿到这个这一面国籍，但第一次到第九次都还没得，你先给的。那在座哈、哦，应该是好拜列当中哦，我是第一个拿到美国国籍。啊，这一面美国国旗啊，也许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我不知道。但这一面你可以把它保留下来。美国也许有在上面有什么密码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外国公司办哦，拜托你拿这一面美国国旗挂的时候，不能要被割哈。你拿用竹竿哦，轻轻拆，不会给它挂呢。你一定要规规矩矩哦，花个几百块钱去买那个竹竿哦。当然，我没有要求你买这个老鹰的这一种。这是降放军递过来的，美国国那个那个内政部哦送给我们的，但是嘛，但是嘛，你注意也是塑胶的啦，那个仿的啦，可是我没有授权啊，授权我们来仿造啊。这个是往光，当有一天的时候啊，有的一点都不奇怪哦，啊，你们家怎么在挂美国国旗？不只是你们家啊，过不了路啊。我们已经开始在控告美国说，台湾人讲哦，我在外面都没有看到美国人呐、啊。啊，你讲啊，问题上头那个教授讲，你跟伊讲哦，台湾还是美国军事占领啦，我拢笑伊看咩啊，我都不看到美国啊，讲你美国旗都唔敢挂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跟美国已经达成一个协定，叫咱控告他，我们已经准备好。如果马光可以，我们主权可以还给你台湾民政府，啊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还没有准备好。你怎样叫你的建筑爱保的？4000到5000。我们民政府训练到今天为止了，大概有600多了。那这600多还不够。所以美国给你说你们准备好了没有、哦、我们还没有准备。那不是说一年再统一一半疫苗这个联络一半，我们几乎每一个月都有跟有关单位在联络。上个礼拜被通知每一个受训的学员要送一面国旗，先送1000面国旗到。对，所以跟受训的人员有同学，咱尽量上一级。因为我知影即马有真侪人伫咱个网站伫看这个咱这个节目嘛，第一期到第9期的，大概从
这个下个礼拜啊，下个礼拜天的时候啊，应该回来总部啊，我们会送给他这面国旗。等到有一天，当美国通知美国军事政府要进来台湾、回来台湾的时候，我们要挂三面国旗：美国国旗、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旗跟台湾平民政府的旗。这三支旗，你有看哦？左边 上面的美国台湾占领旗，就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23条，美国要挂这个，他没有过啊，因为没有挂好台湾人，就是讲我们看不到美军啊。但是我也讲一讲一个秘密啊，美国很多的单位、很多的人员已经进来台湾了，在准备中。这点我仍然敢担保，我讲的都是事实。右边这一面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旗，为什么有这个旗？那个红色是表示什么东西？什么东东？我有讲过嘛，台湾本来是上个土地，日本的土地，到今日为止，台湾这个土地所有权者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还握有台湾的土地的所有权状呢。伊究竟咱和平条约是叫日本政府放弃尔呢？敢有叫日本天皇放弃？没有啊！伊讲嘿，啊都就像和平条约第二条说日本政府放弃，啊都天皇也放弃，还是哦？契约啊，无写日本天皇放弃哦，日本天皇就是无放弃。契约的精神在这里，因为我在美国住了好几年，我在美国也打过官司。你知道美国打一个官司啊，美国一个契约啊，不是两三字就行了。我跟你签这个合约，安尼比赛呢？安怎讲？哎，我跟你们讲，安尼两贵姓里边嘛，这个卡条约算不算？所以一个美国的普通的一个契约叫做笨，所有的情形拢写伫内底，签约的双方对方挑起还是你挑起，啊边安怎？后边边啊继承？这个是条约里面写的清楚，刚才那个中国文化里面、啊、才是不清不楚。难怪所有中华民国的法院、啊、可以欧美给你判，他法院里面的法官说了算。我也告诉各位、啊、我给你讲秘诀，对吧？这是中华民国法律的讲的嘛。有人讲，你当时去年前年、啊、我帮忙阿扁。控告美国政府，你也知道这个消息吧？我嘛叫恁高等法院的检察署啊，我甲问啊，顶句我甲问讲，请问，我林某某是原告、是被告或者是证人？你答，你讲嘛？你两个都是，你说我是被告也是证人，我报告，按照你中华民国的法律，如果我是证人。我不可以说谎话，如果我是被告，我有权利说谎。你要叫我讲哪一个？你听我，被告可以说谎话，中华民国的法律是不给你的条件的，所以中华民国的法律是啥？说谎大赛的。什么人看过我没猜？什么人？谁不愿说谎的输？中华民国法律是这样呀，不是吗？我讲的没有错吧？对，都所以我甲分享，我上次我甲讲，我你若去甲人拍官司，我甲你教一个秘密，不管你是原告还是被告，你拢甲对方甲列为证人，甲法官先把对方列为证人，啊，了你甲证人警告，我告诉你哦，中华民国的伪证罪啊。要判一年以上七年以下、哦、罪很重哦。我把你报警，你弄个你何干？这是秘密啊！我读几啊年嘞，法律哦，当然我会晓中华民国一点。这是秘密，判官司哪有这么困难？啊，其实这样讲判官司判赢哦，有一点哦，有一点不道德。但是中华民国的法律怎样呢？法院就是说谎比赛，说大谎的人比赛，甚至还比赛为讲到给对方，哦，给法官相信。当然，除了说谎以外，还有一个东西啊，利用孙中山。
收尾换换换，刚收尾了哈。这里有打翻一杆，所有的船打翻一杆的人。有真侪法官啊，拢是贪官污吏啊。所以有当老百姓对发这个司法的改革啊，非常痛恨。原因是这样啊，这款人哦，咱民政府后摆一定要彻底改改。啊，若对遐个吼不学无术的遐吼，搁是坚持中华民国后摆咱要求说，他们的律师资格、他们的司法官的资格全部取消，去读美国的法律。我告诉你哈，你美国我也打过官司啊，但是我拢怕赢嘞，我拢怕赢。美国的司法制度非常非常的好，安那好？我讲，它有一个制度叫 deposition， deposition 是啥？就是不是在法官里面啊，在就是法院内底哦。迄个时阵哦，也叫你原告跟被告啊，跟律师啊，到书记官指定的一个地方，什么话都可以问。什么话拢会当？你要讲白出，各位已经不可能。啊，咱不是嘞，咱嘞法官去开，检察官去开庭，问一两几分钟，三分钟，有时候两分钟。证明地址，你在告他对不对？要对。好，今天到这里，回去。安尼，互你惊几啊摆以后，伊是伊拢已经知影讲要甲你判赢判输啊，这样叫做法律吗？在我伫我诶攻击这个法院呢，因为我现在攻击他们了，他们就急忙先忍做，慢慢在以后再来跟他们算。外公台湾地位他要变，因为我曾经在民间呢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对在座的各位哈。我有不一样的心情，我喊那个联训班有绝对不一样的心情。那现在是第一届，我们马上还有第二届、有第三届、第四届、第五届，刚刚暑假有五届。这些年轻人，我们赶紧鼓励，我们赶紧要求，你不一定要完全相信我所讲的，一条先做啊！我不一定要求你全部相信我所讲的。但是我要相信你，你要看书，你要看什么书？我会分析台湾任何一个。你若无阿个，听我讲，我都看新台湾论，拜托你看网站。你去 Facebook 点赞，因为那有很多的同志啊、同人啊、朋友啊，因为这 Facebook 很广。好几十万、好几百万的，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，你也知道，怎样讲台湾人，因为这来这边怎样，有一批的中国的网军是假霸营营，真正是叫做假霸营。第三，你注意咱这个团队，制造谣言，所以你都要有个也要给你分析啊，怎么样来了解说对方所讲的是谣言，是胡说八道。你要自己很聪明，要了解。从2005年开始，我的文章开始啊，就有人开始在攻击我。但是我也刚才跟各位讲，我从来没有对方回应过任何一件事情，不管他问什么或讲什么，我都不回应。我会回应的，就只有在上课这种机会我会回应。有什么问题，请你对方你妈，我上这是。写文章，把他的疑问铺在网络上面。我自己打字，我自己编排。以我的年龄，我能够自己打字，能够自己编排，我相信啊，在座万难，你也要编排啊，你要。我出的书拢是家己排的呢。你叫人家年轻嘛还有啊？但是我在 Facebook 上我不上去，你忘了，咱忘了去 Facebook 的另外哦。肯定有太多人了，那个时候哈，就比较麻烦，所以我在 Facebook 上我不上去。那呢，台湾民政府啊，我觉得发言人叫做蝶衣的，我想在网络上面你应该会常常看到这个名字。这蝶衣呢，他是一个英文老师，
他彤彤，他跟我还有何瑞，我们三个人一开始的时候就共同为这个论述啊啊奋战。虽然有很多啊，有很多人哦，有很多人在网络上制造谣言，但是我跟各位说，因为你们以后这个中央会馆就是你的家，你随时可以回来，大面积，但是我讲一遍，那么外援啊，所以吃饭你也该出钱，这很公道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大面积嘛，因为物件都米城都伫遐嘛，不用增加什么嘛，但是吃饭嘛，派钱，他该出。那你宣传各方面，各方面啊，嘛是咱这干部啊，该掏腰包的。你不要以为说我们，你刚外放有跟民政府底外号去乐捐，从来没有，我们从来没有搞乐捐的。你有看到说谁乐捐给我们钱吗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咱无哎，就是要捐给咱钱的超过三十万以上的啊，我们都拒绝。为什么？今天我若捐三百万给你民政府，后摆民政府起来了。你说哎、欸啊、我当然给你三百万了、啊、我买做一个什么官阿扁啊，就是这点妥协，到后来就没法控制了，企业给他几个几个几个要做什么官，还是企业结果我要指定什么人来做什么官，不也财产，各位台湾有钱，但是所有赚钱人要依法纳税，三个人这么多，敢无怪吗？我相信恁大家大学毕业以后，不一定是找到很好的头路的。即马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是合作啊。6月29号，去年一签 ECFA 方，其实 ECFA 方我赞成。我为什么赞成他签 ECFA 方 ？ECFA 方签的代表什么意思？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和解。中国的内战停止，中华民国里面的人可以回家了。有没有证据？有。6月29号签了 ECFA 法，6月30号，美国第七舰队，事隔35年，第七舰队的军舰，伊来领那个新那个左营军港，35年美国军港无入来台湾，但是7月30号，6月30号入来台湾。6月30号入来以后，马上部队入去签田刚，什么的美军拢无入来台湾？有啊，已经进来啦。嘉山机场、嘉山基地、签田刚基地拿去做兵的，全部提早退伍。你来去问啊，恁老隔壁人做迄个做兵的，这两个基地拢讲提早退伍啊。不是跟他一般聪明去提早退伍，他们也输赢都退伍了。